魂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相信各位都知道，老爹之前有在问各位，要把老爹的双子还是天使专属武器加到30哦。那么呢，那时候投票呢，老爹自己看起来是天使哥比较多，但是老爹呢是先把双子加到30哦。好，没关系，为了补偿各位呢，老爹呢还是把我们的天使哥专属武器加到30。目前老爹是加20的，我们来试试看哦，这个天使哥加20跟加30究竟差了多少？好，我们先一开始打这个27-30哦。这一关老爹他妈的卡真的是有够久的，真的是超难过的这一关啊！我很想推到27-40啊，因为27-40可以买点包啊，各位观众啊。好，我们的双子跟天使双双阵亡啊，各位观众啊，贵为半神哦，都是最快死掉的那两只啊，各位观众啊，我完全看不懂是怎么回事哦。好，没有问题。那么我们现在打我们的王座之塔，345层。好，一样哦，这一关卡更久哦，这一关至少他妈的卡了两个礼拜了吧，也是很难推啊，各位观众啊，所以老爹才会决定哦，我们的天使哥也要加30啊，各位观众啊，天使哥加30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，区区345关啊，我靠，老爹知道这一关很多人说要用古王来推啊，我用古王也是推了2-3个小时，也是他妈的也是推不过啊。哎呀呀，真的是超难过的、啊。我们看一下伤害表啊。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哦，老爹有看到一个这个威廉哦，他用这个阵容过了、啊，所以他用这个阵容可以过的话，老爹想说用这个阵容啊，我这个阵容应该也可以啊。好，没问题。等一下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天使哥哦加到30哦，来看看能不能过关哦。老爹想用自己的阵容推过去哦，然后呢？没有错，就是咱们的台媒党党主席，各位观众啊，上次录那个双子的时候啊，我们三只哦是打不赢这个党主席的、哦。好，这次我们再测试看看。好，主席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主席啊，你去哪里啊？啊，在这里。好，一样。上次我们用三只打不赢，这次我们一样用三只哦。老爹觉得哦，这个天使哥哦，如果加30应该就打得赢了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来测试看看。我们现在是加20的天使，理论上应该还是打不赢啊，理论上应该还是打不赢哦。不过没关系，等一下，老爹加30之后啊。就会变得跟鬼一样强啊，各位观众啊，变得跟鬼一样强啊！好，我们完全被吊打、哦。我们看一下数据表，天使哥2.13M， 补血40，然后防御3.1M， 好，没问题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这个天使哥加到30，我们第二阶段见。好，各位，老爹刚刚忘记用加20哦，来挑战我们的工会 BOSS 哦。老爹知道呢，拿天使哥打工会 BOSS 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，但是呢，因为天使哥、哦、如果加30的话，他会对敌方造成的伤害会有非常高的伤害哦，因此这个前后差距应该是蛮高的，各位观众。因此呢，老爹一样用这个天使哥来测试看看这个先打第一次工会 BOSS， 看看前后差多少，总伤害量可以打出多少的伤害哦。一般来说，老爹这个天使哥的这个位置站的是女妖啊。那目前老爹站的是天使哥，那女仆是跟着罗万的、哦，女仆是跟着罗万的、哦，这没办法，天使哥的战力实在太低了，怎么样都跟不到天使哥、哦。那老爹想的是呢，因为这个罗万哦，他可以帮大家加这个加那个能量哦，所以我的天使、我的公主都可以被加到能量哦，所以我就这样子跟着罗万走。各位观众啊。现在不是秃子跟着月亮走啊，是女仆跟着罗万走啊，各位观众啊，女仆跟着罗万走啊，这他妈的经典语录啊，各位观众啊，全世界他妈只有我女仆跟着罗万走，完全都没有问题啊，而且这个伤害打4亿啦，各位观众啊，我操你妈个蛋，4亿啦，
谁说女仆不能跟着罗万走啊？我靠，试一试啊！我他妈又发现新大陆了，我整天发现新大陆啊！这个伤害可以啊！哎呀呀呀呀！无意啦！女仆跟着罗万走，我打到无意啦，各位观众啊！等一下，天使哥哦，加到30哦，好歹也来个6亿5吧。现在都5亿7了。好，看起来有到6亿哦，有到6亿哦。那我们等一下天使哥应该可以造成7亿的伤害啊，各位观众啊，7亿你敢信啊？6亿3了，各位观众，6亿3了，你敢信啊？女仆跟着罗万总也打出6亿3的伤害，这你敢信啊？好，天使哥造成207.16M 哦，是我们伤害全队最高哦，伤害是全队最高哦。好。我们现在就要把我们的天使哥专属武器加到30，没有问题哦。21 22 23 24 25 26 27 28，各位观众啊，跟这好贵啊，加30啊。加30天使专武，你敢信啊？解锁新技能，对自己造成伤害的敌人将造成流血效果，该效果持续2秒不可叠加，每秒失去70%的生命啊，并降低70%的生命回复效果啊。我们的天使哥变神了，各位观众啊，他本来就是神哦，各位观众啊。好，那么呢，老爹一直推不过的这个关卡、哦，27至30啊，各位观众啊，睁大你的双眼啊！加30的天使啊，要带领我们过关27至30买礼包了，一定可以拖到27至40的。我们天使哥死掉了，我操！哎呀，加20跟加30一样软啊，被摸到还是死啊！哎呀呀，怎么这样啊？我操！这一关好难推啊！好，没问题。我们挑战王座之塔，各位观众啊！天使哥，你别死啊！你真的很贵啊！你加30啊！你在干嘛、啊？好，光盾给了一个保护罩。天使加油啊！天使，给对面流血啊！给他流血啊！给他流血，不要给他 OK 蹦啊！各位观众啊！给他流血啊！天使哥、啊，哎呀呀，死掉了！我操！好，这次上神伤害有比较高一些哦，有略高哦，有略高哦。哎呀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好，没问题。各位观众，今天的重头戏哦，挑战党主席啊，3只打他。现在党主席非同凡响啊，3只要打他5只可不是开玩笑的、啊。但是老爹现在有了天使哥。加30的天使哥，老爹非常的有信心哦，应该完全都没有问题啊！给他流血啊，给他流血啊！天使哥一个大招，直接带走这边3个人头，快点啊，快点开大招！你在干什么啊？哎呀，跳一个大招，我靠，这个伤害你敢信啊？天使哥一个大招下去，哎呀呀，太好了，这个钱花的值得啊，各位观众啊！我们终于又可以3打5我们的党主席了，各位观众啊！哎，你在干什么，天使哥？你在干什么？好，开一个大招，开一个大招，天使哥！结束比赛，各位观众，5连杀，天使哥啊！他根本就是竞技场上的吕布啊，各位观众啊！这个伤害看一下，各位观众啊，加30的天使哥啊！哎呀呀，好强悍啊！我们又可以3打5了，党主席啊！哎呀，老爹好感动啊！好，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再来。哎，不对，工会 boss 哦，工会 boss 哦，我们靠天使哥哦，挑战7亿伤害。我们刚刚好像是差不多6亿吧，我们刚刚差不多6亿多一点点吧。
用天使哥打出七亿多的伤害，你敢信啊，各位观众啊？好，罗万跟着女仆跟着罗万走，完全没有问题。现在伤害已经一亿了。原来这个天使哥啊，他的强项啊，是打竞技场啊，各位观众，是打竞技场啊。他刚刚击败那个党主席那个身影啊，已经深深烙印在老爹的心中哦。他已经变成老爹第一猛将了。老爹的第一猛将，今天开始宣布，再也他妈的不是女妖了，而是老爹的天使哥，各位观众，天使哥啊。好，伤害来到了3亿4千万。用女仆跟着罗万走，再加上天使哥这种奇葩阵容，达到我们的7亿。这个伤害你敢信啊？这个搭配你敢信啊？没有人这样打工会 boss 的、啊，我他妈的第一人啊，各位观众啊！应该很明显的提升才对啊，刚刚6亿啊，天使哥啊，你加油啊，用力戳啊。好，这个天使哥这个伤害你敢信，5亿5啦。好，我们要突破刚刚的记录了，刚刚好像6亿3吧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我们现在也来到6亿2千多万了，还有10秒钟，应该可以突破7亿大关，各位观众，7亿大关过了，各位观众啊，完全没有问题啊，没问题。哎呀，7亿2啊，整整多了1亿啊！各位观众啊，天使哥造成伤害253.36M 啊，完全没有问题哦，非常的强悍。那么影片的最后呢，老爹还是想再来挑战一次哦，27至30哦，天使哥只要不死啊，应该可以过关的吧？只要天使哥开了大招，应该就没有问题哦。开大招啊你！哎呀呀，他不开大招啊！再一次，天使哥啊，你带我过27至30吧你！好，他疯狂的戳，天使哥疯狂的戳，非常卖力的戳。他开个大招吧你开个大招，你开一次大招就可以了。好，天使哥开了大招，有没有看到造成这个伤害啊？你敢信吗？好，还是没过关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至少看到我们天使哥开的大招造成的伤害9.16M。好，没有问题。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